好啦，咁啊正式开始讲我哋今晚几个话题，咁好唔好咧？吓，咁啊正式啦，嗱，吓而家先正式，系好啦，倒行逆施嘅防疫政策进入晚期，咁呢个系我第一个话题嚟嘅，啊唔记得写翻第二、第三添，一阵写翻啦，冇计啦，系咪先？咁啊，大家知啦，呢个防疫政策完未啊？而家啱啱咪多咗两日，系嘛？又要搞呢啲三针嘅出行啦，系呢个好麻烦啦。咁啊，有啲咩嘢大家系觉得即系想屌下佢嘅咧？啊，忽然间我都唔知道从何说起。咁啊，进入晚期意思即系咧，一系更差，系再搞啲嘢添。咁啊，十三号啊，再收辣啦嘛，咁啊好明显啦，到两日前两唔系唔系上个礼拜都仲未见阿超或者中共中央俾啲指示阿插婆咧，即系话叫佢收翻咧，咁啊知道佢系唔理啦，佢就坚持喺错误嘅道路里面吓行埋呢个月佢，咁啊预咗啦，系继续唔出街食嘢啦，都冇乜大事啫。头先跑完步咪去买，如常去买嘢，咁真系好客观讲，系成个气氛系低晒嘅，香港嗰个市面嘅气氛，咁啊相当唔好嘅。咁但系冇计啦，系呢啲叫做倒行逆施，系要咁样。咁我都只能够吓，即系叫大家稍安无躁，系咁呢个应该我点计佢应该进入晚期咯。晚期意思即系你仲搞得几耐咧？咁嗱，呢个礼拜里边就睇到多啲好唔妥嘅现象啦。因为孔繁毅出嚟就话，香港大学就整咗个同中国国药啊，整咗个激活疫苗嘅产品啦，系扑街啦。咁咧就会好快就会系即系九月啦，就会做晒几多个实验啊，几五百死士去试药啦。总之到十二月呢就可以生产出嚟啦，咁啊俾大家督啦，咁督唔紧要啊，系咪又会继续疫苗通行证呢？佢就好配合佢自己嘅，咁当然啦，我哋安心啲讲呢，就得佢一个人讲，孔繁毅系咪香港大学嘅一个年轻嘅 professor， 咁呢竟然就牵涉呢啲啊制药嘅 business 啦，你知制药几大，检测嗰啲几大生意啊，系咪先？科兴你知唔知九百几亿人民币生意，系全中国最赚钱嘅企业啦，成为咁你赚钱啦罢啦，你唔好加人民打嘛，咁幸好都冇加人民打，但系呢样嘢喺香港就好扑街嘛，要加人民打针系咪？咁呢个就一大隐忧啦，即系早两日屌都好行啦，我都已经咁，我谂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系要继续坚持，同埋要。可能要进一步行动啦，吓、啊，要出嚟抗争噶咯，如果你仲系咁搞嘅话，咩意思啊？咁样，咁当然啦，一个月后阿超话事，半年后一定阿超话事，系咪继续将呢个疫苗通行证咁坚持落去咧？定系中间停一停咧？因为咧就系孔繁毅嗱，好矛盾噶呢、这个契弟，佢讲过噶，话七八月就可以复常啊，袁国勇都讲话复常啊。就除口罩添啊！咁除口罩仲整咩通行证咧？系咪？除口罩继续通行证，可能噶呢啲契弟为咗嗰啲针药嘅商业利益，继续逼啲人打针啊嘛，继续吓、啊、除口罩，不过有疫苗通行证咁啊，咁啊，然后一路疫，通通通通通通过冇。因为根据话点解暑假可以系除口罩咧？因为佢暑假一定系低，即系嗰个感染率，咁啊。冬天冷呢，即係嗰啲 Omicron 啊流感都係啦，冬天係嚟㗎。咁所以呢就认为应该可以係暑假嘅时候大家戴除口罩啦，到天冷戴返啦，咁諗埋啲咁嘢好嘢喎。咁我唔信喎，讲真，即係等于我唔信又係梁卓伟係咪先，又係香港大学医学院嘅，半个月前讲第六波嚟緊啦咁样。而家第六波嚟緊未呢？呢两日係五百单。系咪五百单啊？突然间升到五百单，但系三百几单呢，就系因为嗰啲报啊，即系话嗰啲快筛自己检测嗰啲报，咁啊原来报咗就可以攞个豁免，
咁所以突然间好多人报，哎，我中咗啦，快啲报，报咗咧，咁有几个可能嘅，一系就有啲人报翻转头啦，咁琴日分析过啦，有啲人报翻转头，即系我二三月嗰阵中过，而家就要未报，我而家嚟报，咁只要嗰支嘢，嗰支测试嗰支嘢，啊，嗰啲快剂测嗰支，我都知系乜啦，我测过一次啊嘛，自己一次咋，咁咧仲未抌，咁然后我 claim， 咁因为你自己报噶嘛，咁自己报咧，好似唔系要睇个医生噶，咁啊可能突然间好多人报啦，系，咁就算唔系呢几日咧，有你冇你啊，一 check 都系。咁即係话原来我哋真係有五百几宗喎，每日只不过啲人自己测就唔报，係输检测嗰啲你唔报都唔得啦，就知道係。所以呢其实我哋嘅城市里面呢仲係有好几百一日嘅依家。咁你说根据呢啲咁嘅逻辑，咁你孔凡毅讲咩话暑假要就算唔第六波爆啊，都话即係见到嘅有两三百，係咪一两百。睇唔到嘅仲有几百，系咪？分分钟成千，系嘛？因为你要啲人攞豁免咧，突然间好多人就出嚟报啦。嗱，我咁仲有啲系宁可唔要豁免都唔报，因为佢一报惊你要隔离啊，跟住翻唔到工啊咁啊嘛。好多人可能系继续翻工嘅，轻症嗰啲病假都不如请嘅，咁但系佢中过喎。咁嗱，呢啲人系个有抗体啦，抗体好添啦，但问题佢宁可唔去。食嘢唔会方便呢个冲行症，佢都唔想翻工，唔翻得工啊，或者其他嘢唔方便。嗱，去到咁呢大家就要搞清楚啦，係咪先。即係究竟呢样嘢有几严重啊，即係呢个大家已经系成为一个习惯，即係话日常生活我哋接受咗有呢个 Omicron 同我哋并存啦。成个西方世界都接受咗啦。我哋都接受咗啦。冚家产有啲销售员唔肯接受，因为佢睇到个商机啊嘛。咁而家咧，究竟佢哋呢啲人奸计得逞啊，定系正义得胜咧？咁啊，大家都要努力噶，系用自己用无方法去影响个政府，影响呢个施政，影响抗议，系我算系咁噶啦，我冇一切风险噶，日日屌噶啦，系曾经啊，有人恐吓系嘛，又话要。又去封我咪系咪先？又话要红标，因为佢投诉就得噶啦，搞红标，我仲有一个红标喺手嘅，随时可以停我7日嘅依家，因为个红标未撤销噶，就系因为我讲呢啲咁嘢嘅咋，系即系二月嗰阵啊，同阿萧生嗌交嗰阵，屌鸠佢嗰阵，咁你可想而知呢、这个恶势力几紧要，不嬲我知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上网得啦，依家书就已经冇得卖。打一个名，个书名叫做《医疗风暴》，医疗风暴咁啊，摆咗上网嘅袁大明同啊周少祥对谈嘅呢、这个，我竟然80年代睇过嘅一本书，已经冇啊，但系摆咗上网啊，啲文字版摆咗上网，咁所以大家咧可以睇下《医疗风暴》，你大有自然就明啦。几廿年嚟都冇改变过啲主流嘅医疗咧，你。医疗你主流唔紧要啊，你霸权都算啦，你唔好去到一个 level 呢，所有嘢为你嘅医药界嘅利益而祸害人哋嘅健康，有啲道德冇嘅，啊佢可能真係信㗎嘛，啊好似萧生咁真係信㗎嘛，跟住有冇做下生意呢咁唔知啦，总之就信你信你嘅事啦，就唔准有人唔信，咁呢个呢就已经踩晒红线嘅，踩晒自由世界、自由社会嘅红线，啊、要同佢绝不退让，啊、要进行一个呢、这个抗争，啊、要同佢你死我活嘅斗争都要啦，系咪？即系你又唔会死啊，你要冇钱赚啊，我哋呢啲好多人分分钟多一针瓜咗噶嘛，系咪？咁啊，会唔会得逞呢？咁我都分析过。不妨再同我讲，即系我边个得逞呢，即系呢啲孔凡毅呢啲加中国国药啦，然后加埋一啲有权势嘅共产党啦，跟住就施压俾呢个未来特首啦，系咪？我哋冇民主制度系咁㗎啦，系咪？自然系出现呢啲现象㗎啦，但系都唔使惊。第一，全世界都冇，你淨系香港搞啲咁嘢呢，
影響之大啊！你估都估到，估都估到。而家全世界開始口罩都唔戴，你仲係不單止戴口罩，疫苗通行證係嚟到香港。如果佢嚟香港，喂呢度唔去得食嘢，酒家唔留得，旅遊團嚟係嗰啲攞依 working visa 嘅，喂嚟香港咁噶，唔嚟，梗係唔嚟啦。嚟到香港要多幾針，梗係唔嚟啦。好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我覺得係令到佢冇可能，你唔使要個經濟都得㗎啦，你就為咗藥廠利益就其他經濟，淨係一個產業叫做製藥，咁呢仲係製 coronavirus 嘅藥，咁呢如果你肯接受咁嘅邏輯，咁嘅情況呢，香港政府咁咪一齊撲街囉。啊，我都係繼續唔打㗎，我繼續讓人打先，係咪？咁好啦，仲有一個值得樂觀呢，就係因為外邊美國應該係有㗎啦，啲藥廠開始做㗎啦，做啲一針就可以一年啦，咁樣好似流感針咁，咁應該佢哋做出嚟嗰個傷害性亦都低嘅，好似流感針咁啦。咁嗰陣時仲係搞疫苗通行證呢，都係嗰一程疫苗嘅多，咁你呢啲國藥啊，加埋呢啲喺香港啲消藥員啊，想幫佢 promote 呢啲嘢啊，枉作小人兼俾人屌，系咁嗰阵时我哋有得拣啊嘛，打边只咧咁样，咁我去睇下 Bobo 打边只，Bobo 打边只，佢打先，啊佢打国药，咁有事，咁我哋依然仲可以拣美国嘅药、欧洲嘅药，唔拣国药，打完都冇事喎、啊，咁老人家系中意啊嘛，爱国啊嘛，仲有班老人家打先，让俾人打先，系睇下点，睇下有几多事。因为国内我其实我好 concern 嘅呢样嘢，系当时试药嘅时候有一千人，好多系后生女嚟添啊。咁所以香港即系咩事呢，就话血癌、白血病多啊，不约而同喎，成千人喎，都系做过试药员喎，吓、啊、做过试药员啦，唔系试药员啦，试药员就发啦，试药员就扑街噶嘛。咁再问翻咧，同试药冇关系。同針藥冇關係，似唔似香港啲專家孔繁毅之類啊？乜柒嘢都係同嗰個打針冇關係，係冇必然關係。專家話冇就冇啦。咁國內嗰啲個情況點樣呢？唉，我哋關心嘅呢啲係咪？呢啲關心啊，雖然嗰十億人係蠢人多，冇救㗎啦。係當然啦，有啲人係信科學，又肯犧牲去做白老鼠嘅。咁我阿包唔甚至乎我第日我死鸠咗啦，嗰条尸拎嚟俾人做解剖，我都唔紧要喎，烧咗佢，然后散咗啲灰咁样，我几赞成咁样做，系做研究俾人用，臭皮囊嚟啫嘛。但系活生生你如果系愿意咧，咁都系你肯啦，冇得讲啦，吓咁我唔会咒人哋有事嘅，当然亦都唔希望人哋有事，即系唔好搞到。好似国内嗰一千个少有好多少女嚟嘅，系做个试药员之后，结果系白血病喎，系几唔利是。希望冇啲咁嘢啦，香港系好啲嘅，香港始终好啲，个资讯比较好啲，系有咩事呢就唔又你可以嘈到，但冇用啊，嘈到都冇用啊，系先。好啦，咁我哋继续密切留意啦，呢、這个月呢大家继续唔好出街系啱嘅。7月1号又危险 ,6 月里面都仲有一两日啦 ,612 系嘛，哦 ,612 基金大家记得啦。即系仲有啲敏感时刻，呢啲时刻呢就会令到大家即系走出街呢危险。咁64本来唔应该当危险嘅，而家都系危险啦。依家嘅即时新闻都系恐怕成个维园啦，俾啲差人俾啲 POBO 围住啦。但依然有啲勇敢嘅香港人，佢点立足，我相信有啊。实有听日。睇咁啊，纵然政见不同啊，政见就系我认为唔好再悼念噶啦，或者在心中算啦，唔使咁噶啦。但系依然有人咁做咧，我系极之敬佩嘅，即系等于周幸彤啊嗰等，系坚持信念，继续为呢个六四呢个咁嘅呢个宗教节日咧就努力。咁啊，一定有回响嘅，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即系历史会有回响，即系六四嘅冤魂啦，即系咧
要得到勋章，咁啊，可能得到勋章嘅人咧，就嗰十几亿人都明白香港人系几伟大，系。只系我哋啲本土派觉得做乜咁伟大？中国人嘅嘢，系唔好理佢啱啦。香港咁多嘢都未得人理。好啦，呢啲是非嚟啫吓，咁啊唔矛盾嘅。悼念六四同唔赞成悼念六四都系唔矛盾嘅，系。咁我其实系当。我是有上心的，因为当年是上心的，即六四冇得讲的。纵然我理智就是觉得要即是跟中国切割，就唔好香港人就唔好在这些事情太滥情啊。好，第一个话题讲完了。